四小时之中的小黑为什么戴着一个黑色的眼罩？知道真相可别笑，不许笑！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我来告诉大家原因啊！这也太奇怪了，这也太奇怪了！众所周知，蛋仔派对所有的蛋仔，大家的眼睛都是暴露出来的呀，大家脸上都没有一个蛋仔戴眼罩呀。但是很奇怪，四小时之中的小黑却戴着一个眼罩。 他好像也是所以蛋仔中唯一戴眼罩的蛋仔。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小黑戴眼罩的真正原因吗？众所周知，蛋仔派对中的小兰不会笑，小兰不会笑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了。快看呀，小兰在游戏中一旦笑起来，我操！我的妈啊，这也太猥琐了吧！伙伴们，其实蛋仔派对四小时之中的小黑戴眼罩的原因，也是因为猥琐。伙伴们。 伙伴们，注意看，这是小黑啊！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今天我做了一个实验，把小黑的眼罩给他拿了下来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快看呀，快看呀！现在我要把小黑的眼罩给他摘下来。原来，小黑的眼罩一摘下来，伙伴们，注意看，小黑的眼睛，妈，这也太猥琐了吧！眼睛非常非常小，看起来非常的搞笑，所以小黑戴眼罩的原因，也是因为太猥琐了，不戴的话，太好笑。你们知道了吧？差点没把我笑死。